大家好，请坐。诸位同学，下午吉祥啊！阿弥陀佛。这个早上呢，赶了点风寒。穿的是比较厚，但是可能有受风寒，所以在南彼得呢有防风的衣服啊，还是挺重要的，难怪老和尚对我们一开始服务的同仁啊，每个人都送了一套风衣。我现在是穿的，就是老和尚送的。当然我们也从中学习老和尚很细心，很关心人，而且也很尊重服务的老师、同仁，包含观察到哪怕对于在厨房帮忙的义工，老人家都很感谢，很尊重，一定都会当面的给他们致意，还会送东西表达这一份敬意，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学处，因为我们昨天谈到，我们观察善知识，进一步效法善知识，那我们首先要效法自己最敬的，父母老师，好，这好像是昨天的作业所以大家假如哪一段文，或者这个义理都可以分享，还有作业也可以分享。我们昨天说8到10分钟我们再有弹性一点2、3分钟都可以。那假如真的讲2、3分钟呢，我们可以抽2个人好，宇阳，今天穿的比较正式所以不能浪费了这样的装备的。好，有请，我不想太累了。分享几点，就是从身边长辈的学处吧。很好。首先是跟卓老师的一个相处，能感觉得到，就是自己从最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对于生命学完全不了解，到现在慢慢开始能够进入了这个大门，包括对于学术产生了一些兴趣。都是由朱老师的一个引领，自己会从老师身上看到了一种师德风范，他能够尽可能的去调动起我们的兴趣，包括以前可能明明对于这门课是有很多的一些恐惧或者害怕，但是就是因为老师的引领，循循善诱，让自己能够对于这门课不仅摒弃了之前的观念，甚至因为看到老师对于这个内容的非常的沉浸。他亲自就给我们展示出了什么叫做那种好知者和乐知者那种境界，所以让自己也对于学术就是不再恐惧和畏难，甚至能够感觉这条路走下去，也一定是很快乐的。这是在卓老师身上看到了一个优点，同时也是看到了老师对于治学的严谨和认真的态度。无论平时在聊到一些很细节的内容，
包括对于某些时间点，或者说我们讲述的某一句经文的出处，老师都是很认真严谨。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提到某一句，老师就问：“啊，是这样吗？这是来自于哪里的呀？”或者说这提到某某时间点发生的故事，老师说：“啊，您确定吗？大约200年，到底是在200多少年呢？”就是每次这么一问的时候。因为自己治学并不严谨，所以那个时候能够让自己看到自己平时学习的不认真的地方和需要提升的点，这都是跟朱老师的一个相处。老师说，学习要像小乌龟这个精神，自己也看到了老师，他的确也是这么做出了一个榜样。觉得这个榜样可能令自己会更加的动容，比这个言语更有力量。之后是对于读师母的一些学处，我们男生在这面经常会受到师母的一些照顾，偶尔的时候师母还会做一些汤给我们喝，然后看到我们可能是不是穿衣服少了呀，或者是刚运动回来，师母都会提醒我们要加衣服，包括同学可能有生病这种情况，师母都会很关心。就会说啊，听说你前几天病了呀，怎么样啊？然后还会甚至会关心后续的情况，要不要看病啊，找医生啊什么。师母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那就是他自己所知道的办法，有没有什么好的疗效，都尽可能的想要帮我们。能感觉到作为一位，像母亲或者像奶奶一样的这个角色，对于我们的一种关怀和照顾，能够感受到这种。书香门第或者文人的这种有高阶知识水平的这种关爱是一个什么样子？也是很钦佩，那种品德的高尚也令自己很敬仰。是，以上是这些。好，谢谢宇阳的分享啊。再补充一句啊，也知道啊，找对象要怎么找？这个师母也是把传统女性啊美德啊给我们呈现出来，也表演出啊，师徒如父子。真的对待我们像自己的孩子，孙子一样。那宇昂也提到我们教授是很有师德的风范而且是循循善诱你看我们，虽然还没教学，这些榜样要放在心上。也不能说还没教学。宇昂这一次回去啊，有没有遇到跟你同年或者比你小的呢？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发供养？那敬一份这个道义而且当你敬了这份心呢，你的长辈他们会很欢喜，会觉得，你这个晚辈很懂事啊，所以其实这个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不能着在相上你现在在每一个身份角色啊，它还是可以落实的，就像我们举的其中一个例子，丁龙他成立了西方第一所汉学系是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他只是一个佣人，为什么能成就这样的姻缘这个故事你们听过吗？听过吗？他的行为啊，感动了他的老板。那他的老板
威望很高，又被他这个赤诚心所感动，因为他把一生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了，辛苦了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拿出来，就为了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那触动这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呢，那他照顾他的老板无微不至啊，这做之亲呢，他处处那个都老板对他的不好，他都没有往心里去，都想着怎么尽忠，这也是以身作则。给他的老板看那他虽然话不多了，为人演说啊，你演的时候也在说了，无言给人的触动，包含那种节俭，可能那富贵人看了也会触动他的善根所以这个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我们能提得起这个心境啊。你当下也是真心在待人，所以，不能着在相上真心啊，在每一个角色都能提起来，而且，刚刚提到一个重点。了解呀，学生的心理，可能会有担心啊，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有那种恐惧老师在教的时候呢，循循善诱，让大家呢不会觉得难，产生兴趣，这些都很重要你能观机哦，气理气机。你气理啊，不气机，大家听了没兴趣了，甚至觉得太难了，可能这个缘就受影响了。当然，在听宇昂谈朱老师的时候啊，那承德脑海里就浮现老和尚，一看，知道啊，众生可能对佛法有成见，就像。朱老师可能感觉大家可能会怕文字学，有这个先入为主了。他怎么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会学的人呢，在一个因缘当中啊，他就学到了。不会学的人呢，可能他生命中出现10个、20个这样好老师，他还不见得学得到。所以这个还是。沉静的心是关键，所以印祖啊，跟李炳老只见过一次面，一次我都感觉印祖讲的每句话都刻在李老的心中，哇，到了台湾，成立台中莲社啊，这个净土的弘扬啊，李老功不可没啊。他不止传了净土啊，佛法，连儒家甚至道家，《太上感应篇》，都是他老人家大力提倡。这儒释道是一家啊，儒家那是护持了孔德成先生的，在孔家教化几十年所以，这个老和尚呢，他体会到啊，大众可能对佛法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所以常常会自己现身说法他以前也对佛法误会你在听这些老人家的故事的时候，你也要了解讲的人的用意在哪
啊，这叫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呢就看热闹了。哦，在十年因缘当中啊，因为昨天也跟大家提到，啊，这一篇教诲可能1/3谈如何当学生，啊，后面的部分才是弘法，啊，君子务本呢，哎，学生当不好，说当老师，哦，这个不大可能。啊，其中有一段呢，老和尚提到，要跟老师学呀，你要长期跟随，这个没办法教的，哦，你自己去观察，去体会。哎，掌握老师整个思想的理念体系，他运用教学的这些善巧方便在哪？大家一听到说没法教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有没有冒起什么感受来？没法教。啊，会不会有点失望？你去体会体会这没法教啊，就是要用心去领悟。你直接这样讲了，那几十年的功力啊、阅历啊，就你死记硬背，把它全学到了。啊，你死记硬背啊，可能把你物门都堵住了。你得自己用心去体察到了。哦，所以不教也是慈悲。涅槃也是慈悲。佛菩萨他是用真心啊，在对待一切境缘，所以佛涅槃也是慈悲啊，所以我们去观察善知识，有时候讲是慈悲，不讲也是慈悲。哦，你假如不去体会这一些，都顺着自己的感受看法，那善知识要教啊。也不容易教了。哦，所以老和尚说呢，你要跟这个老师学，那你要100%信任他。哎，他跟你的缘真熟。啊，老师也不可能跟我们攀缘。为什么？人的生命是时间是有限的。哦，而老师他。真正的好老师，他也没有个人名利的目的了。他一有名利了，那他的心性没有办法不断提升，他也没有办法传道。啊，传一点知识学问可以，传道不可能。佛佛道同啊，那都是真心流出来的，真言呢。你的心不同啊。你要承接不容易的，哦，所以你看李老，送老和尚去火车站，哦，你看那个过程就是师生心心相印的情境了哦。这老和尚都90多岁了，讲到这一段呢，流眼泪啊。哦，所以老和尚这一段，哦，大家可以多多看几遍，多听几遍，你从中去体会，老和尚还提到了，你要会讲大讲座，大讲座不是人很多啊，听的人年龄跨度很大。
啊，甚至不同地区的人，啊，你要讲的让每个人都欢喜，哎，这个都要锻炼，哦，都要观察，哎，善知识怎么讲的，善知识怎么掌握机缘的，好，所以很难得啊。感觉我们宇航也是朱教授的知音啊，知道老师的用心在哪。哦，你要学老师的东西，要做他的知己知音呢。所以佛门禅宗公案叫拈花微笑啊。虽然我们不是学禅宗啊，但是这个意境啊，这个还是师生之间啊，还是能体会到的。你看孔子不说“吾道一以观之”，啊，曾子说“为”，啊，其他的人啥意思啊？啥意思？哦，夫子一走，哎，其他同学问曾子什么意思了？啊，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哦，他知道老师的意思了。好，那，哎，谢谢宇昂啊，今天第一位分享啊，也感觉他上了内典之后啊，台风非常稳健，侃侃而谈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感谢我们法性法师的护持啊，我们同学肯用功啊，虽然确实啊不轻松，严师出高徒。也很可贵啊，好老师可贵啊，你们肯接受淬炼呢，也是难能可贵。当你们经过这一段时间呢，回头看看，会觉得，哎，挺对得起自己的，没有虚度了啊。好，我们呢，这个先来学习呢。老和尚的序文，啊，我们翻开第一页《群书治要序》，啊，我们说以师治啊为己治，啊，这是我们当学生呢，啊，要尽的义务啊，啊，跟老师啊同台演出啊。因为好的老师他都是知天命的，所以《论语》里面讲不知命啊，无以为君子啊。诸位同学，你们知命吗？好，首先要知道学群书之要的使命是什么？我好像有点忽略了啊。昨天只有纯元讲了学这一门科的目标啊，我看其他同学都讲讲吧。啊，你们本来想说逃过一劫的是吗？没有，好，愿意讲的讲啊，不勉强。我也从这里练放下控制要求啊。哎，宇昂有请。宇昂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因为自己可能是因为这三个月刚好回到家里的一些经历，所以导致想学群书治要的一个目的是看，希望能够达到两点，一个是治己，第二个是治人。治己的话是想要在里面学习这个修身齐家之道，想要把自己能够调整得更好。因为这次回家以后才发现，跟有了静缘的相，有了这种静缘或者说不同的磨练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有那么多习气。因为其实感觉汉学院这里是一个太好的环境了，
反而磨练就是那种，磨练少的话，就是自己的习气，有时候反而还看不到。在家里的时候经历了多，在同时也看到了亲戚啊、朋友之间，或者说是社会上的一些很多问题，可能觉得治人也是需要一种智慧，如何去调和团队或者人与人之间，或者公司那种大型的团体之间人之间的矛盾，如何去化解，这也是需要一些方法去做的。所以想通过看学习群书之要，达到这两点，知道。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好，很好。当然，首先宇阳有这个体回去经历过一些事啊，有这些体悟呢，那也代表他懂得自爱，懂得爱人自己嘛学所以自己。那这老和尚有墨宝，学所以自己，教所以治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不学则不治，你不学会退步的，会染污的。不教则不仁，就不仁慈了。我们所遇到亲戚朋友的问题。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的，见义不为，无勇也那这个自爱假如跟我们净土宗连在一起了，叫尊重己灵啊，这个就是菩提心了，不糟蹋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第一句句子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哎，看，刚好都提到你的问题了。你要恢复自己的本性啊，然后又要透过教化来利益到他人。好，而且这个自爱啊，道也者不可须臾立也。这用功不能松懈的好，那这个希望呢，利益到他人呢，那个应该也跟呢念正法久住甚至跟念众生恩、父母恩。希望协助父母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我们所有亲戚朋友，这个对我们都有恩义在，这个念众生恩，念施主恩，一些企业团体帮助我们呢，我们能不能学好了，能够利益到他们，大家有没有想学完？群书之要，针对某个主题好好深入然后说法师啊，可不可以安排我到阿弥陀佛大饭店讲一堂课供养他们的领导层？你有这一份愿呢，能感召因缘呢，我也可以帮你安排啊，好，希望。不用我主动出手像我们岳家忍者这样是你们主动为好因为我也怕这么一推，跟他结怨。阿弥陀佛，好，来，谢谢雨啊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思雨，师傅好。你好。思雨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学习。自己想要学习群书之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解跟行，就是能够先了解跟熟悉群书之要到底有什么内容。然后，就像以前，可能在娄底的时候有阅读《左传》《史记》的时候，就会多遍的去
就是阅读，然后感觉有一种跟他交朋友，慢慢的熟悉了以后，才能够在有问题的时候，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才能想起来，就是要用到它，不是说就是可能上完课就完了，然后所以首先是希望就是能够先去了解跟熟悉，然后这个是解，然后其次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也是跟昨天纯元说的，就是能够找到落实的地方。然后，希望就是能够有找到一些解决自己烦恼然后问题的一些方法。然后，当然就是刚刚师傅也讲到，就是如果有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话，因为觉得昨天师傅提的那一个案例，觉得其实很有意思，然后也很哪一个喜案欢。例呢？就是昨天师傅您提到说那个孩子2岁，然后想要送回国，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的那一个，然后问我们怎么办，然后思雨也是觉得说，就是感觉就这种真的是很实际的案例，然后同时社会上其实也有很多问题，然后大家也很困惑，所以也很希望就是能够运用群书治药来。看着能不能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上，谢谢师傅。好，谢谢思雨啊，大家都很讲道义啊，也都是跟菩提心相应啊。为什么黄念老要说无情不能修道，要重情义啊？君子义以为直，君子很重要的本质就重这个义呀。你看这个义字，道义、忠义、信义、恩义、仁义、节义，哦，所以这个英文要翻这个义字啊，very difficult。我说中国这些字是就是信德啊，你要用一个词来把它，挺不容易的。那印祖也说啊，菩提心是主帅，那个修道路上的主帅啊，你不能失了菩提心啊。我们昨天也提到啊，弘法路上啊，会遇到很多考验，能不能过关呢？这个字是关键。你重义的人呢，就不容易被诱惑。不然这名利观呢，很难过。好，名利心重的人，那个义一定弱的。你重利啊，就轻义了；重义就轻利了。所以孟子有义利之辩呢。那我们昨天举那些例子，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讲都是重要的抉择。有时候啊，这个抉择，它可能就是影响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家庭。那看这个抉择会不会影响这对父母，包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影不影响？影响很大哦。你怎么做对人生的抉择？人生最难的不是奋斗，是抉择。其实我感觉人生遗憾的事情就是，你亲戚朋友很需要你帮助啊，可是你帮不上忙。哦，但内心很郁闷啊。所以这个是与学习的动力啊，应该是这一份道义啊，那这一部书啊，毕竟是太宗为了利益天下子民，后来还传到世界了，影响到世界人民啊。而这一部书亡失了，居然还是日本传回来，所以你为人家，最后还是善报现前。
回到国内来了。好，哦，那包含啊，太宗这个立民的心啊，哎，感召很多大学问家来到了，这也是感召哦，有魏征啊、虞世南啊、褚亮、萧德言啊这些大儒。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啊，就是话当时候啊召集的这些大儒啊，到太宗那时候好像还没当皇帝呢，啊感召好，哎，你们没有看过这一幅很有名的画吗？哇，那个这刚刚提的这些大儒都在画里面呢，一起在为国家。啊，的长治久安，啊，在那里谋划，哦，很有名的一幅画啊，好，所以你看感召因缘，啊，所以我们利益亲戚朋友乃至有缘人的心很切呀，你可能在学这一部书的过程，冥冥中啊就有很多圣哲人在加持你。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的，还会感召很多助缘来帮助你，都没有离开感应哦。哦，你看我们，现在称徐博士啊，哦，他有很早就发愿要承传文字学了。人生的因缘都不是偶然的，诸位仁者，你们要会观察，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哦，那这个徐博士他受业于多少当前文字学的大家？哦，我看快十个人了哦，哎，他都很好学去听，啊，尤其朱教授来之后，啊，他是这个很不止在生活上啊去照顾，哦，而且也协助老师教学，哎，他学的最多，哦，他很像那个武侠片的啊，哦，我看老师要走的时候，好像那个话里就我。功力都给你了啊，哎，哦，这个是感召的因缘，好，所以这个也跟知天命有关，你自己发了愿了，这个感召就会来，老和尚感召三个老师绝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好。还有同学要分享吗？啊，文燕有请。你好。我们感觉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往生极乐世界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然后人生活在世界上，他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因为他不可能独立的存活，所以他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角色。所以我感觉群书这样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和人相处。就是文苑的目标，就是一个目前的目标是不要去恼害众生，就是因为感觉自己在和人相处这一块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的。
对，第一个目标是不恼害众生，然后在不恼害众生的基础上，希望自己有尽自己能力来帮助自己身边的人。对，感觉这也是发菩提心的一部分。所以为了终极的目标，然后因为不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着，所以不恼害众生，想要学群书这样。谢谢。哦，谢谢文艺们啊，发菩提心啊，往生极乐，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啊。我们说高高山顶立啊，深深海底行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发了，下手处还在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古之欲明德，明明德于天下者，这个愿发了，最后自知在格物。你看儒家跟佛门讲的一样。哦，那我们不调伏习气啊，我们要不恼害众生不大可能。哦，所以要从理学起来啊，道德仁义啊，非理不成。哦，这个礼乐教化，这个在为政篇呢都会有。哦，昨天有提到吗？李老为什么要编常理举要？哦，那是在其他的课程里面提到了。大家都要观察近代这些高僧大德做的事，他是整体在配合摄受众生、度脱众生。哎，弘一大师做了什么？应祖做了什么？李炳老做了什么？李炳老为什么要讲常理举要？人的基础已经要从这里了，不然你学不上去了，你变好高骛远了。他老人家大乘经教这么通达，哦，你看老和尚的大乘经、楞严经、哦、金刚经都跟李老学的。他老人家那么大年纪的，亲自讲常理举要，亲自讲论语哦，这个就呼应了刚刚文彦说的，你想要发菩提心去立众啊，你不能不懂世间法啊。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谈老和尚如何弘法，里面老和尚有一段，你不懂世间法，你不能弘出世法。你跟人家一接触啊，人家啼笑皆非。啊，这个真的啊，遇过，听说过。啊，你看人情世理里面最重要的，你要替人家想啊。哦，这个人情世理啊，哎，弘一大师很用心良苦，因为他从小读格言联璧，那就叫大家读格言联璧就好了嘛，他干嘛多此一举，还要挑成格言别录？这是明初四大高僧呢，他时间很有限呢，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啊，我个人的思维洞察到啊，大家庭慢慢少了，人从小没有学这些人情事理，没有学就不懂，他不是故意的。哎，你看这些句子哦，原来讲话要这么讲啊，思考是要这么思考啊，讲话要先美其长，盖其心喜，则善言易录。哎，这个都是体恤人心的。啊，不然你大乘佛法，你又不体恤人心，这个道理啪一下压过去了，人都被你吓跑了。哦，包含我们都遇过讲学的人，
你没有儒家的忠恕啊，你一处事人家就埋怨你，你埋怨人，你怎么有法缘啊？你埋怨人，人家埋怨你，你没法缘的。昨天也提到了啊，这都是里面的句子。公之后，薄责于人，要给人方便，不能常常给自己方便。给人方便叫恕，不给自己方便，不能常常都是这个只先考虑自己了，这叫忠。我们昨天讲的，以学吃亏，一言律己，忠，以怪不得三字待人，怪不得他会这样。要讲学。你们都要尊师重道哦。所以明天开始啊，派计程车来接我。一讲讲三个月，吓死人了。一天车费还要乘以90天，下次没人敢请了。这就是你拿着道理，你没有先体恤别人了，就去要求了。看起来尊师重道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你的心地的出发点是什么？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大乘佛法学人了，搞得家里也很烦恼啊，没有儒家的基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呀。有忠恕存心哦，你不可能恼害你的家人了，因为。公之后，薄责于人，远怨矣啊！人家不会怨你的。所以老和尚说，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不能怪别人。那你看老和尚还提出，要学四书，学五种仪规，学《古文观止》。学通鉴御批集览，这图书馆有，其实他是可能把25史里面那些精华又挑出来了。所以这个弘一大师那个苦心啊，洞察到我们人情世理弱了，编这一部书。你体会到他们的存心，他们就加持你了。所以文苑这个，你体会到这点，黎宾老就加持你啊，常理举要啊。你们本一的时候都学过吗？这个还是要不断学得深，学得广。好，那我们好像昨天也跟大家共勉啊，要。这个现身忧虑圣贤之欲，报尽高登极乐之乡啊！你现身要入圣贤的涵养里面啊，演什么要像什么啊，为人表演，这样才能积功累德，正住双修嘛。正修是念佛，住修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你的积功累德不能离开你的伦常本分。所以在家人，这印祖讲了，这一些话都是洞察众生可能会学偏，他讲的，他编的。人要偏哦，太容易了，要不过了。要不不急了我遇到一些家长，要不管得太严了遇到一些情况，我什么都不管了或者听了讲课了，好了，那我就什么不管，砰砰，要不太过了，要不就不急了，都是习气，
都是情绪起作用，不理智。你理智的，你真心起作用是中道，但这个都要透过学。哎，论语说的好人不好学，这个人特质哎，蛮仁慈的、哦，可是他不深入经藏啊，他不能达到真心的状况，中道，其必也愚，他会被人家利用，因为他太仁慈了，从他走后门。嗯，哦，那好智不好学，其必也荡，放荡不拘。我们有遇过啊，哇，学问，我这辈子怎么读也赶不上他呢？哎，人家注意一些生活礼节细节，会被他呵斥。房间一团乱，哦，我们真是开眼界了，哦，真体会到林则徐先生呢，对求学问有两句话，这是抓根本的：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哎，你一言一行都要端正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有恭敬心啊，不然你读那书没用。你看这个，我们序文里面老和尚都点出这个重点：沉静恶智，是你修学的核心点，不然你入不了门了。啊，真的去负责事的，接触一个缘，坏一个缘。我跟大家讲的，都是我亲身经历过来的。我不会编故事给你们听的。啊，我不是教幼儿园啊，有一只小狐狸啊，不是编的，哎。你经历过这些事啊，你再看到经典，再看到这些高深大德留下来的东西啊，真的觉得他们太慈悲了啊、哦！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啊！你这个傲慢心不调伏，哇，你那个学问越好，可能会乱了一方的会命啊，你的知见不对了，你又觉得自己对啊，所以我们以史为鉴啊。孔子一上来做了哪件大事啊？做大事寇的时候，对啊，你看现在学思影响百万人千万人，你看该不该杀？出家人说该不该杀啊？哎，佛门有个公案啊，哦，杀戒该开的时候不开呀、啊，是犯戒啊。有个修行人证阿罗汉呢，看到这个船跟他同船的有500个商人呢、啊，其中有一个这个。起了歹念的，要杀这500个商人，然后这些钱就归他了。那这个修行人证阿罗汉呢，他有他心通啊，他看到这个人心意已决啊，动不了了，他就先杀了那个人。这是慈悲哦，你看，不然这个人要在地狱待多久？你杀了他，他这个业没造了，而且救了500条命哦，哦，所以佛门戒律的开遮吃饭的，活的不是死的，哦，所以孔子这个动作，而且那邵正宝啊，你
厉害到什么？厉害到孔子的学生呢，三次都跑他那里去，只有一个人没动，颜回。哦，所以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啊，有几个人不得不研究啊，一个是颜回，一个是曾子，这个非研究不可。哦，你看颜回知天命啊，啊，在匡帝遇难啊，最后回来了。哎，是在宋国遇难的匡帝啊，啊，最后回来了。孔子在那里等啊等啊，啊，最后看到颜回了，啊。我以为汝为死矣啊，我以为你死了了，那个是太高兴讲出来的话。好啊，你看人很喜欢一个人的说真讨厌啊，就哦，这个你不能坐在文字上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哎，交情很厚的人啊，有时候讲那些话，但你学起来可不能学哦，你交情不到那讲那个失礼喽，是吧？交情够啊，怎么讲都行；交情不够啊，你要谨慎讲话。当然不能因为交情太够了随便好。好哦，结果你看颜回马上回了，子在回何敢死啊。哇，你看这一段历史啊，拉回来我们现在学群书这样，老和尚我知道你为什么提倡群书这样，为什么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我明白了。哇，那你跟老和尚就连在一起了，他的愿就变你的愿了啊，那就跟颜回那一句话相通了啊，子在回何敢死，你们不要又执在那个文字上了哦。因为啊，老和尚的一代十教啊，是会利益当前跟后世的众生，所以我们配合好了，就利益更多当前跟后世的众生。你不能说哦，老和尚也圆寂了，怎么配合？那你都拙了。你看佛圆寂三千年了，不是每一代弟子都在配合他度化众生？你看《金刚经》说不能着相。你一着相了，你就没愿力了。哇，我也见到同修啊，老和尚一圆寂啊，哭了几天啊，回不过神来。当然了，我也感动他的情意啊，但是要转化悲愤为力量。能哭那么久啊，我觉得现在也找这样的人也不是太容易。哦，这已经很难得了啊！你不要这个时候情执深重，求诸轮回终不能得，到时候人家内伤憋住了啊，还要去找王大夫扎针通一下。哎，你有时候讲话真的不顺人心哦，你会让家里的人个憋一口气在这里都有啊。好哦，那还有，你看我们刚刚举到这个孔子诛邵正卯啊、哦，所以这个课程过程呢 我们要请我们思雨还有我们楼底的同学们，还有其他同学啊、哦，因为他们楼底特别重视《左传》，是吧？嗯，对，当时看《左传》实际还有《资治通鉴》。哦，那些，因为我们群书之要啊，
只到事实，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哦，那资治通鉴呢，那后是从战国记载很多史料过来了，宋朝的书。哦，所以你们假如讲到哪一句，突然你冒起了《左传》《资治通鉴》的故事啊、哦，这个时候要举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个等于是经史合参呢。啊、哦，哎，经是这些义理啊，伦常大道这些义理啊、哦，哎，马上有历史来印证了，哎，感觉这个道理好像活生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老和尚讲经，讲一个义理讲完，会讲个故事。啊、，for example 啊，因为事啊比较具体，啊，从事再去领悟这个理啊就容易了。哎、啊，好，所以你们有没有观察老和尚在讲故事的时候，啊，讲到哪个理，啊，一般。哎，那个故事会出来。哎，你们现在脑子里有没有浮现哪个里出现哪个故事？哎，佩玲，你有想到哪个故事？嗯，我记得是在那个讲十善，那个阿难问师佛集凶经的时候嘛。对。然后，老法师有讲到，就是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强求也强求不来。对，他就讲到有一个祖师，那个祖师的名儿我忘了，但是就是有人供养他一双鞋，杜顺和尚。嗯，对的，供养他一双鞋，然后呢，把那个鞋就挂在了他的那个门上面。对对对对。但是过了很久，他都没有去，就是没有去把那个鞋拿走。当时又是兵荒马乱的年代，然后就是贼寇很多，但是他挂了应该是有三个月以上吧，那个鞋一直是没有被拿走。然后呢，就是想到了这个故事。好，哦，哎，很好，这个就是，哎，他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哦，别人拿不走。嗯，哦，知道这个理事啊，圆融的去跟人家分享或者讲学，人家容易领悟。哎，所以这个都要你自己观察的。啊、哦，刚刚提到了。是没法教的，那你长期去跟随，嗯，啊，好，哦，所以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啊，哦，这个我们啊发愿立众了，这个都是菩提心，啊、哦，我们啊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印光祖师讲、哦、因为你往生要积功累德、啊、印祖讲在家人最大的功德就是把下一代教好。我们现在看有一些学大乘佛法的，他没有重视印祖这句话，也很热心办佛事，后面流弊就出来了，他还是教不好，大家就疑惑了。台湾有一个名人呢、啊，公众人物，一直在佛教界做善事。有一天，新闻报道他儿子被抓到派出所了，媒体一片哗然。最后他也离开那个团体了。那影响的是一方的人哦，所以这个要利益大众啊，不能是激动的，要理智啊，要循着经典，经典是理智，格致成正，修齐治平，你不能略等的。好。哦，而且啊，承德个人感觉，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跟你
跟人相处都很礼敬了、啊，是两件事吗？啊，比方说你跟人家相处都有一些摩擦，然后你一念佛心就静下来了，我觉得不大可能。你是用心去跟人相处的，你是用同一个心去念佛的，所以一个人处事待人跟念佛是分不开的。你在处事待人当中不断地练出你的真心，叫立誓练心，你的佛一定念得好，因为你的心就是保持在真诚慈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是念得多就念得好啊。你不用心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哦，所以我自己是很佩服老和尚开出的那一段：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这个念字怎么写啊？金心。心上真有佛，佛就是真心嘛。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大家有空多预习哦，然后你们预习的时候啊，刚好这一句就冒出了《左传》的故事啊，记一下啊、哦，或者孜孜都见的故事，哦，或者你甚至于是你感悟，你曾经走过来的路，跟这一句相应，啊、哦，你看《群书治要》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处事的态度，前事不忘，后事之事。哇，你看到这一句，我曾经经历什么，我引以为戒，我现在得到什么受用，你就现身说法。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你们的这个亲戚或者是同学，有没有在同一个问题上跌倒两次三次的，他就没有学到群书之要这个精神，没有很好的总结自己的问题，走过来的路。好，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